提高素质，健体防身。武术套路运动，其动作包含着屈伸、回环、平衡、跳跃、翻腾、叠扑等。人体各部位几乎都要参与运动。系统地进行武术训练，对人体速度、力量、灵巧、耐力、柔韧等身体素质要求较高。人体各部位一动无有不动，几乎都参加运动，使人的身心都得到全面锻炼。实践证明，对外能力关节，强筋骨，壮体魄；对内能理脏腑，通经脉，调精神。武术运动讲究调息行气和意念活动，对调节内环境的平衡、调养气血、改善人体机能、健体强身十分有益。武术套路运动和搏斗运动都是以技击作为它的中心内容的。通过武术锻炼，不仅能够达到增强体质的作用，而且能够学会攻防格斗头技术，特别是武术功力训练更能发挥技击的实效性。武术的搏斗运动，通过刺防技术练习，拳打、脚踢、快摔等动作的运用，互相扬长避短，攻比弱点，避比锋芒，讲究得机、得时、得势，从而提高判断力和应变能力，这无疑能提高人们克敌制胜和防身自卫的能力，尤其对公安武警和边防指战员更有实际意义和作用。练武对意志品质考验是多面的，锻炼意志、培养品德是武术作用的体现。练习基本功要不断克服疼痛关，磨练冬练三九、夏练三伏，常年有恒、坚持不懈的意志品质。套路练习要克服枯燥关，培养刻苦耐劳、砥砺精进、永不自满的品质。遇到强手，克服消极逃避关，锻炼勇敢无畏、坚韧不屈的战斗意志。经过长期锻炼，可以培养人们勤奋、刻苦、果敢、顽强、虚心好学、勇于进取的良好习性和意志品德。未曾习武先学礼，夫曾习武先习德。传统中始终把武德列为习武教武的先决条件，教武育人贯彻在武术教习全过程。
术，在中国几千年绵延的历史中，一向重礼仪、崇道德、尚武崇德，诸如尊师爱友，包含了深刻广泛的道德内容，互教互学，以武会友，切磋技艺，讲理守信，见义勇为，不凌弱逞强等品德。激烈的攻防技术和人生修行结合起来，是中国武术传统道德观念的体现。在社会的发展中，武德的标准和规范也不尽相同。尚武而崇德，不仅能很好地陶冶情操，还会大大有益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。武术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，无论是套路表演还是散手比赛，历来为人们喜闻乐见，起到了竞技观赏、丰富生活的作用。唐代大诗人李白好友崔宗字赞他：起舞扶长剑，四座皆杨梅。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著名诗篇中有：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，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酒低昂的描绘。汉代打擂台，300里内皆来观，都说明无论是显现武术功力与技巧的竞赛表演套路，还是斗志较勇的对抗性散手比赛，都会引人入胜，给人以美的享受，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。通过观赏，给人以启迪教育和乐趣。武术运动蕴含丰富，技理相通，入门之后会有一无止境之感。群众性的武术活动便成为人们切磋技艺、交流思想、增进友谊的良好手段。随着武术在世界广泛传播，还可促进与国外武术爱好者的交流。许多国家武术爱好者喜爱武术套路，也喜爱武术散手，他们通过练武了解认识中国文化，探求东方的文明。武术通过体育竞技、文化交流等途径，在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。